琴呢是我们的远古，传说是伏羲发明的。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概念阴阳之道，传说就是由伏羲来定立的。那么你看我们的古琴呢，天圆地方，所以呢这样的阴阳之道在我们的琴里面就直接就能体现了。那我们在弹奏的时候呢，我们的右手是纵向的移动，我们的左手是横向的移动，这也是一种阴阳的平衡。那么我们的闪音、暗音这些的呼应也是一种阴阳的平衡。文化它作为一个人们心灵的一个平衡之道，也是这个城市，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们寻求心灵平衡的一个地方。现在已经在北山村开展了很多文化项目，包括太极、茶艺，还有醒狮，所以，现在北山村已经成为了珠海市文化名片。In this modern city, and we also have the natural village can let us the life can slow down, and we can have a walk here, and we can find the old memory.Of this city. 我把古琴馆设在这个池塘里头，就是最符合我们古人对于古琴的这种定位。所以我们能在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环境中，去重新找回古琴原有的滋味。当他们走进大院，当他们迈过高高的祠堂的门槛的时候，他的心就已经在往平静、安详里面来调了。再看到我们雕梁画栋的这样的一种硬件的装饰，然后再听到我们的古琴的声音，他们自己再来演习、传习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种古琴文化，真的是对他们的日常的生活是一种洗涤。太极它蕴含了丰富的这个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道家哲学在里面。因为我们中国的道家哲学呢是讲究这种阴阳的平衡，这种阴阳的平衡也是我们大自然的法则之一。所谓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最后他都要遵从这种大自然的法则。比如我们人和生态之间的关系，一个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人与自然界的一个和谐跟平衡之道。太极呢它也蕴含了这个大自然最重要的一个法则，就是平衡之道。它这个平衡之道呢，包括是身体的一个平衡之道，也包括这个心灵的一个平衡之道。所以呢我们在习练太极拳当中呢，也是遵从这个大自然的法则，这个道家的阴阳平衡的法则。
刚才我也谈了太极这个平衡之道啊，我再谈一下我们在北山这边的茶艺文化跟醒狮文化。首先呢，茶艺文化跟醒狮文化都属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茶艺文化也是上溯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我们中国的茶艺文化呢，也是一种平衡之道。The tea ceremony for us is one i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s propagation, and the other thing is we can use the tea and use the this moment to let people slow down, and we can try to tell people you also can choose another life. The life is the low life, the slow life, and we can also let us slow down and enjoy our life, enjoy a cup of tea time.醒狮呢，大家看了就在整个舞动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舞者他都需要做出很多非常优美的动作，
包括一些跳跃动作，一些忽高忽低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呢，需要这个醒狮的人呢，他需要长期的这样一个训练。他训练是为了什么？为了就是保持这种动作之间的和谐跟平衡。所以呢，舞狮无论是对舞者或者对他观众来说，也是一种平衡之道。当我们人从大自然当中索取这个资源，但在破坏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怎么去保护它或者保持它原有的这种生态，就需要我们人在破坏的之后再去怎么去补救，这也是一种动态平衡，从而让我们整个社会包括我们整个生态环境能够更长时间的延续下去，保持这种平衡但我们人必须在这个动态平衡当中是成为一种平衡的主宰者。